那参与整个国际电子商务的主体呢，其实是特别多，每一家公司呢都有它自己的一些困难和问题。那菜鸟作为参与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企业，其实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呢，还是说如何能够让国际的清关以及贸易的更加的便利化。这也是我们一直在付出努力，跟所有的政府啊，包括一些企业呢相互合作，能够让所有的物品通关，包括清关，能够更加的快捷。那么我们之前跟的一些国家也做了一些很多很好的一些尝试。那么以前我们的清关，比如说可能需要几天，最长的甚至说可能一个月的都有啊。那之后呢，我们现在逐渐的压缩这个时间。目前我们最快的通过系统化对接的清关方式，大概做到秒级清关。那大大的便利了中国和国外的消费者来参与到跨境的电子商务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通过这个过程呢，也促进了整个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的往来和效率。菜鸟也希望未来能够更多参与到跨境贸易当中，跟更多的企业政府一起来合作，来提高整个全球的贸易的便利性和清关的这个便利度。谢谢。